加油加油，后面是尖的，来，我们了解。你们看，我要到太阳底下。对啊。哎，你看有没有？他在吃东西，你看他找到东西了。哎，没吃。真的，你看像不像人？真的很像的。好，我知道。那、知道这样跑过去这样子。大爷，你要怎么样？那我到这边，他跑过去。要走过去洞里了，但是这里有两只小小星星，看，小小只呢。我要给小宝。小宝贝不见了。他爸爸在里面呢。对，他爸爸在里面。爸爸不在这里面呢。妈妈在那边，在等下跑过来撞了。妈妈在那边，妈妈在那边，妈妈在全部都不能喝。对呀、以花一万中年人啊，中年人啊。对你我觉得 他的观念真的完全跟我们的那个观念是差很多，差超多的。对、就我跟他讲了，我说或许可能在你当地、或许这样没什么，可是我这边是台湾，而且他本来就有规定、我跟他讲这边都有规定，然后他还觉得说你怎么一个，反正他觉得说你一个游客，你干嘛管我？他的想法。当然要管啦、我这种本来就是互相规范的东西。对呀、对呀、我就是觉得那个思想。